双这样过来，好，因为它你看我顶端都一样，就是整齐哈，好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那这个就写在这里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过来，里面哦，从外面来。好，叶，叶怎么写呢？叶两个，有没有？好，它你也可以怎么样写？你也可以这个出去，哦，好，这个一个写一个世界的事，怎么样？好，这个平行它，直往两边带，好，红鱼。红，这样过来，接下来，一画先写，哎，再出去，好，这样过来，好，往上，再往下，纵出去，啊，好，红，鱼二叶画，鱼怎么写呢？来看一下，鱼，这个先写，再往旁边，这个从中间往旁边出去，好，然后从这里过来。往下按重出去，有没有？二月花，二写到这里就好啊。好，中间往上面啊，再下面。好，有没有？二月啊，拿走，好，不要这样子。二月往上一点，这样过来。好，平行，平行。好，花怎么写呢？我们可以制造一下，但不用了，制造怕你不懂哈、哦。其实跟那个中华民国的花是一样的哈、哦。花往上，这样，从中间再往旁边出去。好，这是杜牧的诗。所以呢，我们落款的话就要写杜。牧诗，它的题目是什么？杜牧诗解，这个啊，这是杜牧诗绝句啊，啊，杜牧诗一首啊，哦，一首，这个叫一首啊、哦，然后呢，丁酉中。八长，然后就接到这里来变中秋，哦，然后呢，你们不要忘记了，不要写吴起真哦，啊，然后好，然后这里再盖个章，啊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。